老板是自己女朋友是什么体验？你那边怎么样？完全没头绪，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交给你个项目吧，给你3天时间。我做好了。对啊，你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为什么？你是组长，我是组长，让你做你就做。啊，你是，你是组长，你是组长。一天了，完全没头绪啊。哎，组长，我交给我这个项目，完全没头绪啊，不会做。哦，这个啊，最简单。Later。你看一下。这么快啊！牛啊！哟，看不出来你小子还挺行啊！啊，那没什么事，那我先去忙我的工作了。小王。啊。这边呢有个项目推进有点问题，这个人呢需要你去处理一下啊。什么啊，让你去你就去，你组长我是组长。哎呦，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，就是不知道怎么搞定上个负责人，烦死。原来是这个事情，我还以为什么呢。你放心，有我在他很好说。喂，王总。